金曲奖不可思议，表演秀才灵惊艳全场。虽说今年金曲奖场外是星光暗淡，但是到了内场的表演那却是精彩万分了。除了哈林的开场演出，主办单位砸重金特别邀请到获得过格莱美奖的杰森马耶兹加入演出，而他与新歌歌王林俊杰合唱一首 I'm Yours 也让全场陶醉。So I won't pay,老乡萧敬腾更是直接从北京搬来管弦乐团来伴奏，五十人的管弦大阵仗气势浩大，组曲《真爱永恒》让老乡唱个痛快。而当晚最出彩的莫过于压轴出场的天后蔡依林了，十一分钟的精彩演唱将自己的经典组曲融合又唱又跳，十八般武艺全上，还以加快速变装让表演超级有看头。小编点评，这样的表演真心是看不够呀！乐翻天综合报道。